姚会游泳吗？姚会游泳，其本身带有浮力，进入水中不会下沉，可以漂浮在水面，然后利用前肢和后腿的滑动就能在水中移动。而且羊的肺部较大，可以吸入较多的空气，避免在水中窒息死亡，所以羊会游泳。但羊较为娇弱，其正常体温高于水温，下水游泳后容易出现着凉现象，养殖时要及时擦干毛发，避免着凉。